你家的冰箱是地雷区还是垃圾掩埋场呢？这种冰箱最容易有异味，我们都是冷冻了很多，扑鼻而来。我今天这一排其实全都是过期的，我会喝到已经过期的原味优酪乳，因为我喝不出来。那喝一半，那个气这么多，我就喝不下去了。我另外一句不行，不行。我们后面的人去拿东西，他一打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会有多气。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